哎呦，你这里的手镯好看吗？美得很啊！哎呦，这里有一个白点，没白点没事啊，这里啊，哇，这条好看，是的，好看，美得很，美得很，你那个是你的。先夸一下老板娘该会好砍价，看看这个绿豆，漂亮是漂亮，很小个，你看其实它很小个，但是颜色真的非常好，风水很好。有没有喜欢翡翠挂件的粉丝宝宝呢？这个他说不行，快点。今天第一条收入囊中了，继续下一家。这家看着不错，来来来，去外面看看这只怎么样。哇，这种料子真的，你看这一半截就是几千块钱的料子，对吧？这边才过万。妈呦，这个好看。这个起步很高的，这边料很抢手啊，人家一拿出来又抢着买。可惜有列在桌位上了，挑战有点大。静姐和阿珂怎么研究都没法避开做手镯，还是算了吧。最后收了一只差不多特色的，赶紧拿回去上播，嘿嘿。